对方这段时间就在不断研究高汤，但是你们呢？这位厨师竟然对味道说谎，这样你们还有做 pasta 的资格吗？当初不顾其他厨师的反对，坚持下去，我想崔旭不认同都难了。距离拉近了，关系也会改善。不过你打算这样默默付出到什么时候？那我也去表白。10:30，我先走了去。 不准去！不要去！周一至周五晚间10:00到12:00，料理绝配 pasta。